阿哥，我刚来有很多事不懂，你教教我嘛。很简单的，你在这里好好做两年，什么东西都学。那以后你辞职到别的公司去呢，你就如鱼得水。真的吗？我们这里每个人呢、都见过大风大浪的。哇，这老板是不是最厉害的？当然厉害了，他就是那个制造大风大浪的人。